嘿，是充满激情的你啊！不要丧失勇气，我将攻击你。まだ干しちゃう。
我正在想刚刚读过的爱情小说。哼，你好。哦，对不起，我正在想刚刚读过的爱情小说。到底得在这种地方待多长时间呢？
你好，找到喜欢的东西了吗？到底得在这种地方待多长时间呢？下次一定要再来哦。到底得在这种地方待多长时间呢？干嘛？再见面时要变得更强啊。Shit! Hey!
Thank you.
清脆。이쪽으로와이쪽으로 와!
쏘버리자! 쏘버리자! 이쪽이에요! 쏘버리자!
好像很久没来光顾了，你好像很久没来光顾了。想找最好的东西，那你就来对地方了。好的东西很难再看到了。
起，我正在想刚刚读过的爱情小说。下次一定要再来哦。哦，对不起，我正在想刚刚读过的爱情小说。是个怎样的地方呢？真想去看一看。내뒤를따라와。
你好啊，武器要永远保持锋利。干嘛？再见。啊，对不起，我正在想刚刚读过的爱情小说。找到喜欢的东西了吗？Thank you.
起，我正在想刚刚读过的爱情小说。
琴，我正在想刚刚读过的爱情小说，下次一定要再来哦。到底得在这种地方待多长时间呢？你想了解现在正在进行的活动吗？如果你厌倦了冒险，请随时来找我。干嘛？再见。你想乘坐天空之翼阿尔巴特罗斯号吗？再见。有时间闲逛的话，还不如过来帮我修理飞艇。天空中也不一定是安全的。天空中也不一定是安全的。你找到了新的文章吗？欢迎光临。希望下次再见。坚壁碰撞的声音是最美丽的音乐。
些人光看不买。欢迎光临，见到你。我等你好久了，你却四年来一回。伟大的冒险家，冒险万岁，冒险工会万岁，不要给怪物任何的机会。你想乘坐天空之翼阿尔巴特罗斯号吗？再见。找不到修理飞艇的部件，到底该怎么办呢？飞艇是前往神圣天堂的唯一手段，还要让那些魔物嚣张到什么时候？你想乘坐天空之翼阿尔巴特罗斯号吗？你好，这样的天气要是能在天上飞，那该有多好啊。你好，天气要是能在天上飞，那该有多好啊。你想乘坐天空之翼阿尔巴特罗斯号吗？你好，这样的天气要是能在天上飞，那该有多好啊。神圣天堂到底在搞什么？飞艇是前往神圣天堂的唯一手段，
你想乘坐天空之翼阿尔巴特罗斯号吗？身为冒险家，就得做好万全的准备。欢迎再次光临。只要你搜集来女神的眼泪，我就用珍贵的物品和你交换。